完以后没有说是气话，他拿什么证明怀孕了呀？不会让我一个人赔吧？那我倾家荡产我也赔不起。他把我拉黑了。拨打的号码是空号。你钱也拿到了，你为什么还要怀孕啊？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。放堂你想骂我就骂我，你现在骂我心里还能好受点。其实我们两个人都是受害者，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。把名下所有财产全部一次性转给妻子。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的新书发布会。妻子的选择